好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，我们就是见机行事。OK， 金正恩同志你好。小哥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赞助可以卖资哦。听说有人那个，因为我准备颁发，我是那个浊水溪公社的浊水溪公社乐团主唱，对的那个小哥，对行销业务经理啊。对啊，2020年的台北市长候选人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准备颁发打造一个那个紫金勋章颁奖给我们的。今年2014年最佳农友，这个印地大地也真的把我们的这个干胶文化这样子发挥的这么好，这样对啊。小哥，你刚刚带什么东西上来？今天就是来这边喝啤酒了、啊，然后，但是因为最近有点肝功能不太好，对，肝功能不太好，但是性功能没有问题、啊、所以我们喝一些红牛。我觉得。因为是小肠嘛，小肠就是。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喝一些促进肠胃蠕动的，不是大便的东西啊，不是大便啊，宿便最近都清得很干净，在这里跟干胶之后。干胶没有，因为我已经干胶十几年了，所以我二十年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。那你还干得出新东西来吗？这是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我干胶的能力。永远领先时代，两步。对啊，我是练过的。对。对啊，那个台大书卷干掉奖的得主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这个现场如果有对卓游戏公社比较不熟的朋友，但是今天因为没有背景音乐、我没有背景音乐啊，比较干呐、对，不行，不要搞错场了，因为你这样丢垃圾很容易就会丢到里面，然后会打到警察，然后我们就会引发暴动，然后最后可能会变成20万人包围立法院。这样子我们也不太希望失控到这种程度，所以那边你要 Q 一下这个我们的报名。没有，我们还你的部分还没访问完、啊、你要问我没访问完、后面的朋友就是我们这边后面的通道开放大家经过，你可以在这里拍个照绑卡上传、没关系。那如果你觉得但是尽量不要我们聊天到一半都突然插话进来，这样我会不知道怎么接。反正今天大家来都是被干掉，骂英九的啦，哎呀，就气的，真正是啊。那小哥最近对马英九有什么感想吗？我觉得是这样啦，骂这个吼，这心态就是很，大家就是一定很清楚的啦。他就是很讨厌你们台湾人啦，你们一直骂他什么无能哦，什么那个什么，最近又什么陆龙啊，什么以前就职业学生呐、还有什么特权呐、反正都不堪呐、一听到恁这台湾吼，规个恁呼呼的，啊，伊要做金统一，然后他要当这个区长，特首他还没那个这个，对啊，习近平，对不？习近平要干伊的尻川，搁干那个嫌臭嘞，要当特首。对啊，你试试看，跟你讲，他2016年他一退任，马上就去美国当美国公民，对不对？伊这人就是安尼，就奇葩的，伊根本甲恁台湾人吼，拢塞去火坑，因查某囝啦，伊规家伙啊，拢走去美国了，伊较袂去做中国人，伊是上讨厌恁台湾人的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们每天骂他，羞辱他。对啊，他的办法就他没有办法，对啊，他试想100年后没有台湾这两个字，对不对？他历史上就没有这个污名，他就没有了。一这样子奇葩耶！每次跟那个金溥聪，对不对？跟江宜桦的小感都射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小哥，你今天的。表现是因为没有背景音乐，所以你表现的力道还不太够。分贝比较少一点而已啦，我是真正是。好啦，如果想要看比较原汁原味的干掉，就是去看周杰伦公社的表演。最近还有吗？最近都没有巡回了。那不重要啦，不重要了。好啦，我们已经有人磨刀霍霍了，
好了，我们现在鬼人趴会啊！今天是采取点名制啦，大家就上来随便闲聊。也、欸、不是有号码牌吗？没有啦，号码牌没有，我们抽号码牌哦。我们每次规则都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就让大家，你看，我们如果每次都排号码牌的话，就会有人想到如何就找人代排之类的。我们就是要杜绝这种类似买票的行为。我觉得可以多叫一些女生啊，阿尚啊，哦、啊，还有啊，那个我们外国的。外国的朋友，其实我看他那个第二天我们在公投的时候 ，My friend， 哎、欸，他也连来两次。对啊，其实也可以上来干掉啊。对，那我们这边有提供那个隐私权保护的道具的。对。那你说觉得，如果你觉得带一个会走光的话，你可以带两个。这些，这当然我们。免这种都可以了，对啊。哎呀，要起来讲，你搁咧惊人看。好了，我们先找那个示范组上来啊，示范组。哎、欸，我们有一个什么道奇队，我们有一个公投盟的少女成员想要来。我来了，来叫这种鼓啊，来了，来。哎，请问一下。